3月1日，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，上周刚刚加冕 IBF 超轻量级世界金腰带的波多黎各拳手马蒂亚斯已经迫不及待地一统140磅四大组织金腰带，他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 WBC 超轻量级冠军普罗格莱斯身上。由于两人都是仅有一副的重炮手，因此这一战如果促成，必定十分精彩。众所周知，30岁的马蒂亚斯是职业拳坛最令人生畏的拳手之一，他目前不仅取得了19胜一负19场 KO 的骄人战绩，还在2019年11回合打死了当时保持全胜的俄罗斯拳手达达舍夫，令整个拳击界为之震惊。在上周末，他5回合 TKO 赛前保持30战全胜的阿根廷人庞塞，拿下了职业生涯首条世界金腰带。此战之后，马蒂亚斯可谓信心爆棚，他接下来的目标不言自明，就是要量140磅所有金腰带都收入囊中。尽管 WBA 现役拳王皮埃洛和他都同属于 PBC 旗下的签约拳手，促成比赛相对容易，但马蒂亚斯并不太感兴趣，他更愿意和保持着28胜一负24场 KO 的普罗格莱斯一较高下。马蒂亚斯表示，我现在要宣布一件事，希望所有人都听到，去传播他。普罗格莱斯，我现在就是奔你而来，我现在已经是世界拳王了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和我打，我会让你进医院。然而，马蒂亚斯这番狠话虽然喊得够响，但拳迷普遍觉得他的这次喊话有些过了，因为像推里尼达德、库托等他的波多黎各前辈们都从未说出这种伤人的话，而他却提前大放厥词，确实不太地道。至于马蒂亚斯职业生涯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